谢谢。欢迎从警局报到早呛。谢谢大家的好意。是不是事先就知道会交保，所以准备了3亿的现金在等？鼎鑫自由公司前董事长魏应冲昨天凌晨1亿元交保，上午回到北市仁爱路地堡豪宅，11点多由律师陪同到大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报到。魏应冲走出派出所被媒体包围，还被民众怒呛：“谢谢啊！”外公要不要喝鼎鑫的黑心牛补身体？外公，外公要不要喝鼎鑫的黑心牛补身体？好，谢谢媒体朋友的关心，感谢谈话希望法院可以有好的机会，我会遵守合议庭的指示来报道。再次感谢各位媒体先进在这边长久的等候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董事长，这里状况还 OK 吗？慢慢走，慢慢走，董事长慢慢走。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动新闻，谢谢报道。